这同花顺给你掏钱呢，他怎么说也是个外人啊。再说了，这家伙沾上毛比猴还精，让他给你掏钱，这不跟要了他的命似的吗？不是，那你说我不找同花顺，我找谁呀？找大哥大姐呀。大哥大姐？对呀，咱姐夫现在可是副处长，绝对有实权的。他有实权架不住他没有实钱呢，对不对？他们家还缺钱呢。那找大哥。大哥？嗯，这还不如大姐呢。哎，你错了，这你就不知道，咱大哥可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拿刘慧这事来说，闯了这么大的祸，大哥照样顶下来。听说他现在在外界混得相当的牛啊，真的已经到了一种呼风唤雨的境界，职位蹭蹭蹭的往上爬，工资比我还高呢。不是，真的？对呀，你不知道啊？哟，那要不我问问大哥？是啊，这关键时刻还是得靠家里人。哎呦，谢了谢了，亲妹妹，我跟你说吧，这事儿要成了，我给你5%的股份啊！真的？当然，下车吧，下车下车。哎，这我的车，你下车。哎，不是，我把你车借给我使使。不行，我这车贷款还没还清呢，万一你给我撞了，我怎么办呀？哎呦，怎么一车还看在眼里去了呢？我这是要成了啊，5%的股份，给你买俩飞机，一架开着，一架停着，行不行？财迷就是。开！你想研究什么？研究钻头？大哥，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地球上石油能源根本就不缺乏。如果能把这些能源完全的给它开采出来的话，那再用个千八百年根本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根本的问题在于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些资源给它挖掘出来？现在全球顶尖的技术，钻头也就挖到7000米左右，再深了钻头就受不了了。但是大哥，你知道吗？这地质结构形成，那是几十亿年形成的，7000米算什么呀？啊，光地壳的厚度，那平均还在35公里呢。哎呦，你终于干点正事了啊！你本来就是学石油的高材生，早就应该干这个。我跟你说啊，大哥，这就叫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现在要突破的是人类技术的瓶颈，只要石油产量上去了，什么能源耗尽啊、资源危机啊，那都是瞎扯淡了。你跟我说你到底要干什么吧？哎，说这么半天，合着你不明白啊？我要研究的，那就是一种新型的超级钻头。一旦我把这个研究成功了，这个专利拿在我手里，那全世界就扬我的鼻息了。10个诺贝尔奖绑一块儿，未必比哥们这事儿挣钱。现在不好多国家说要什么遏制中国，他们还遏制什么中国呀？这个东西拿在我手里，我想卖给谁就卖给谁，那他就不是遏制中国的问题了，那就是我门家柱要遏制全世界。你遏制全世界，这事儿有点太大了吧？这年头啊，要么就不干，要干就得干那最大的。家柱啊，你这志向倒是挺高远的，
但这东西能研制出来吗？材料。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难突破的这关就是材料关，一定得耐高温、耐高压。不过这又是我的专业范畴了。我当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那论文题目就是“材料学与沉积”。你真的有把握？大哥，你瞧你们啊，对我呢始终抱着是一个怀疑的态度。当初我去投资游艇，你们怀疑我，最后怎么样？我不是还是把事儿办成了吗？这个世界上只有人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到的。这人类科技发展到现在，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这样的人，不拘一格，敢于探索未知领域的人，顺应世界，改变自己，那不叫能耐，那叫奴才心理。我门家柱要做到的是改变全世界。是，你说的好像都对，可我觉得这事儿怎么离咱们这么远呢？离你太远了，阿哥，其他的事儿你就甭管了，你就负责帮我融资。我搞这科研项目呢，必须得用钱，我得贷款，我还得租地方，我还得找技术人员。像你呢，现在是外企的高管，你有的是资源，有的是人脉，有的是信用度，所以必须得靠你。你是我亲大哥，我是你亲弟弟呀。家柱啊，你这志向啊，这不是一个个体户能干成的。我琢磨着是不是先到中科院去投个标啊？指着咱们凑钱，那得凑到什么时候啊？不是，大哥，我等着中科院批我这文，我得等到什么时候啊？啊，你就这么说，这事儿你帮我还是不帮我吧？帮肯定是帮，但我老觉得这事儿它不是那么好做成的。这样，大哥，你就信我这一次，你就信你亲弟弟这一次还不行吗？这样，我有个同学是在银行做信贷的，我先帮你问问。你有这样的同学，你还问他干嘛呀？你直接打一电话把他约出来，坐在这儿，咱们三个人面对面的谈多好啊！行，我上回没信你，这回大哥信你一次。这是亲哥哥，我跟你说吧，有人还给我建议说让我找大姐夫谈谈，我还找什么大姐夫？我亲哥，我靠什么姐夫啊？姐夫啊，现在是行政部门的领导，千万别找他。为什么呀？别给姐夫添麻烦呀。咱们是他小舅子，你说咱们有事找他，姐夫管不管？管了，没准就违规了。有多少人就是因为娘家人贪心不足出的事儿啊？所以最好别麻烦大姐夫。行啊，大哥，我觉得你现在想什么事比我想的周到啊。行，那个融资的事儿啊，我去给你找人，你就踏踏实实的好好琢磨你的钻头。是啊，大哥，我是这么打算的，我准在郊区呢租这么一地儿，再找点技术人员。这应用科学啊，必须得通过反复的实验才能够印证。你不用跟我说，你那套我也不懂。啊，行行，你懂不懂的无所谓，最后你只要懂，跟我一块数钱就行了。数钱不重要，关键是你要真研制出来了，那就是大创新、大创举了。我跟你说，哥啊，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回咱们哥俩玩回大的。玩回大的，行。家柱的事就不靠谱。家柱要是能成功，那就太了不起了。你是把超市的事忘了吧？我现在想起来还后怕。你要是想帮他融资，就得本人做担保，到时候弄一血本无归，我看你怎么办。你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来我也觉得门家柱是个败家子儿，但现在我琢磨着，他的确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哎，这事儿要真成了，那就是个大事儿啊！这事儿就不可能成。你是不是非要倾家荡产，再加一条性命，你就满意了？你看你说的血字呼啦的，人家柱现在挺稳当的，万一要成了呢？我先给你表个态啊，这事儿我不同意。我不是说不关心你弟的事儿。可是这真的不可能啊！你想想看，中科院那么多院士都没完成的事儿，你弟就行？哎，你可真小瞧他了，在这方面他还真有点怪才，你是让他给吓着了。我就是不同意。我跟你说，芳芳，现在咱这个家呀，除了家媒，没什么让我可操心的事儿了。没有操心的事呢。你忘了在咱们密旨，
20岁出头的女娃就全都嫁出去了，家没这眼看着就30岁了，你这当爹的不操心啊？哎，心还是要操，可是这老话不说了吗？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啊！啊，家没以前谈过，谈了几个，谈着谈着就全出去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女娃吧，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望着望着就生下来。对呀，生女不就是这么来的吗？哎，就是的。我不跟你说了好几次了吗？上面这个口不用气，解开阳气，你知道吗？哎哎哎哎。哟，这公园怎么还练上摊了？这练什么呢？走过去看看去。好。哎呦，看看。哟，这些人在这干啥呢？先。干什么呀？这是给谁征婚呢？哎，你们好啊！哎，你好，你好，你们是闺女还是儿子呀？我闺女儿子都有啊。哎呦，那可太好了！您看我们这闺女怎么样？哎，您的儿子要没对象啊，您考虑考虑吧。哎呀，挺好看的啊，漂亮啊，好看。思密达，女。博士，啊，1米73，白领，31岁，家境良好，有车有。你有儿子没有？我这就是闺女。这是叫什么征婚？哦，你们老两口头一次来吧？啊，这是父母相亲会，每周三都有。嗯，哎呀，现在这。孩子们都忙工作，顾不上搞对象，结果呢，老大不小全担着。他们是不急，当父母的能不着急吗？你着急有什么用啊？人家不着急啊。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父母相亲会啊，咱们呀、啊、替他们先相个亲，先把着关，碰合适的领回家去，跟朋友似的，这不就畜生了吗？对不对？哎，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哎，好，这个办法好。嗯，在这儿撂摊儿，收费吗？不要钱。真的？嗯。好，这个办法好啊。好的很。前任做记录，小张负责数据啊。那帮家伙特别难缠，前任销售部主管就是因为啃不下这块硬骨头才去充电的。如果能把他们搞定，我们公司就能稳坐今年全国销售的总冠军了。努力吧。对，我弟这项目啊很有前景。好，我让他尽快做出可行性报告来，然后咱们面谈啊。正好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叙叙旧。我弟这人呢，经常有惊人之举，不过他还是挺有才华的，真的。好。哎呀，那拜托了啊，就这样。哎。欢阳国际是我们行业里的龙头企业，能跟你们展开竞争是我们 RED 集团的荣幸啊。无论甲方采用了哪项的产品，我相信啊，这项工程都将成为中原地区标志性的建筑啊。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啊。那就你们先阐述吧。好，那我们就当仁不让了。甲方要求的科技型、经济型和环保型并重，我们公司的产品啊，能够满足以上所有的要求。请看，我们的产品晶莹剔透，就跟牛奶一样。可以说啊，本公司的产品就是完美无缺的典范啊。类似的工程呢，我们做的不多，只有24个。另外，我们公司的产品啊，不是牛奶，只是一种高标准的环保涂料。现在的牛奶里边说不定有什么东西呢。我们方圆国际啊，有着非常完备的质检系统，我们可以充分保证产品的环保性，这一点请您放心。门加煤，门就是关门的门，
回家的家，梅是一个木字旁加一个眼眉的眉。哦，好，知道了。啊，女，住址北京，年龄29。30。哎，大爷，到底29还是30呀？现在是29，下个月就30了。那就29吧。好。企业内查，终究不具备权威性啊。问题是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应的标准，企业也只能按照自己的科研能力做到最好。我们方圆国际的科研能力，我相信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虽然国家还没有出台标准，但是啊，权威部门已经对各企业的产品进行评比了。这个权威部门啊，就是环保涂料协会。啊，我这里啊有一份上个月行业协会对市场上的涂料环保指标一个抽查报告，您过目一下。哦，你们是第一名。哎，这前十名里面怎么没有方圆国际呀？哦，我们没有参加这次所谓的抽查。主管单位啊，说是抽查，事实上啊，就是一次全面的检查。至于方圆国际为何榜上无名，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我可以看看吗？可以啊，这是公开的资料，网上都有的。现在这用户啊，对产品的环保要求是非常苛刻的，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上啊，只能是慎之又慎的。对对对，很多公司啊，在产品包装上一再强调环保性，可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欺世盗名啊。您不用含沙射影，我们可以向技术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进行一次公开的质检排名。那不公开是不是更真实啊？申请质检太浪费时间了。作为方圆国际的员工，我完全相信我们公司的产品的可靠性。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真轻巧啊。我可以证明我们公司产品的环保性真实可靠。我们公司技术部的同仁说过，只要不是大量饮用，我们公司的产品是绝对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危害的。你还真喝啊？这可是工业产品。是你不相信我们公司产品的环保性，所以我只能喝了。现在你相信了吧？你一个人喝多不够意思的，我也得尝尝啊。哎，啊，我们公司的产品喝两口也没事儿。你这是恶性竞争，你们这是不择手段，我抗议！这一片原来都是废旧厂房是吧？哎，是。门先生，您看这个地儿怎么样？地儿吧倒是不错，就是一样，就是你得给我再优惠点，要不然你这这么偏荒着也是荒着不是？这一年才10万，不多了。是不多，但是你总得让我心里痛快点吧。这样，你再给我一实在点价，我都不给你还个嘴了。最低8万。8万是吧？行，就这么定了。我回去给你合同，我那还好多事儿呢，还得雇人什么的，太麻烦啊。那你等我信儿吧。好，那等你话了啊。再见，再见啊。就是在这儿跟这儿签上字。谢谢啊。行，好，知道了。好的，好的，好的。行。总裁，门总。听说你把涂料喝了，身体没什么不适吧？没事儿，我问过技术部的员工了，他们说多喝点水就行了。那就好。公司需要你这样尽心尽力的员工，我准备嘉奖你。不用，我就是个普通员工，随便鼓励鼓励就已经挺高兴的了。倒是门总作为两个部门的主管，他喝了两大口涂料呢，你应该好好的嘉奖嘉奖他。是门嘉祥，你也喝了？都是让他逼的。门总喝了两大口。哎呀，这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门嘉祥，你说我不靠着你还靠着谁啊？嗨，好，非常好。甲方呢也打来电话了，对你们的表现非常满意，下周就可以正式签约了。得，瞎猫又碰上死耗子了。啊，
啊。哎，媳妇儿，跟你汇报一下，今天晚点回家，跟同事聚个餐，啊，10点之前保证回去，不喝酒。好的，好的，好的，好，放心，好，挂了。天饶，那个什么事儿啊？坐下再说。啊。你紧张什么呀？没有啊，我没紧张，我就是不太适应。说实话啊，我还是第一次跟别的女孩单独吃饭呢。当然，除了我老婆跟我妹。哟，我这么荣幸啊？哎，不对啊。咱们两个不是一起在酒吧喝过酒吗？这也不是第一次啊。那不算数，那是偶遇。哦，别紧张呀。啊，什么事儿啊？那，给你看看这个。什么呀？世界石油钻头的研究趋势。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在搞这个呢？佳梅跟你说的。你在车上一直打电话，钻头长钻头短的，我就听着听着就起了好奇心，我索性帮你调查研究研究。哎呦，二次烧结硬质合是挺难的哈、啊，我弟也说这事儿不容易。这何止是难啊，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你这意思是说我弟这事儿搞不成？这资料上写的很清楚啊。材料科学是基础科学，这需要大量的时间、金钱还有精力。不说别的啊，光一次实验的经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个体户能完成的，所以我才帮他融资嘛。从资料上看，这都不是一个小国的国力能承受的。所以我劝你啊，不要再考虑什么给他融资的事儿了，你还是好好劝劝你弟弟，早日改邪归正，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吧。行，你让我先好好看看啊。媳妇儿，你在这儿干嘛呢？我等你呢呗。我怕你一意孤行，帮家入去融资。我给老崔打个电话，他说你们约好了明天见面呢。你这控制欲也太强了。哎，我这可不是控制欲，我这叫关心。你难不成真的去给他融资去？你拿什么担保啊？放心吧，一个小时之前我决定取消明天的约会了。啊？你改变主意了？啊，我一个同事告诉我，基础材料的研究甚至连一个小国家的国力都承受不了。我看了相关资料，一下就明白了。合着我说话你就不信？你们同事说你就信？你同事谁呀？男的女的？谁呀？就一般同事，随便聊天聊出来的。哎呦，媳妇儿，是我钻牛角尖了，我思维乱了。可是你要是昨天能给我看那些资料，我也一样会听你的。别呀，我水平多低呀，你可千万别听我的。哎呦，媳妇儿，你水平太高了，我都够不着啊！我，哎呦，媳妇儿，你别跟我一般见识了，我也有猪油糊住心眼的时候啊！你赶紧帮我想想，怎么跟家柱解释？我都答应他了。想什么想？直接告诉他，让他别做白日梦了。快快进屋，进屋，我都快被咬死了。直接说呀！当然啦。在这研究什么呢？塔罗牌呀，加勒比黑人的绝技。你这不研究星座，开始研究上塔罗牌了。他们特别牛，还会驱赶着尸体去收甘蔗呢。来，
给你算一个。你研究明白了吗？你就给我算。差不多了，来，手扶在上面，用心的感受，就问你想问的问题。来，我问什么问题？爱情。啊，爱情，爱情。那好了，爱情。来啊，来，你洗一下牌。你这学好了吗？是认真点啊，认真点。给，从里面呢抽出四张吧。四张？嗯。想啊，一张，两张，三张，这个，好啦。来，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你现在的心态。嗯，什么呀？什么意思？你即将陷入情网了。真的假的？我们来看看什么样的男人走进你的生命啊！哎，金牛座。得了吧，我身边根本就没有金牛座的男人。即将就有了，看看他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他即将带你走进一条死胡同。你这叫什么呀？一个金牛座男人带我走入了一条死胡同。哎，喂喂，来看看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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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就是，一切尽在你自己的掌握中，你自己决定吧。啊，心态决定一切。你这算了等于没算。什么跟没算一样？我已经告诉你了，一个金牛座的男人即将走进你的生命，你就等着吧。你别跟半仙似的。哎，你说要参加那个相亲节目怎么样了呀？什么时候去？嗨。下个月就到我了，嗯，这灿烂未来的大幕即将拉开。哎，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喝酒啊，来喝一下。这真是很无聊，你去有意思吗？什么无聊呀？我就是要让他们看看，我门佳梅是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女子，比那些胸大无脑的女人强多了。个人爱好：戏剧、绘画、表演、话剧。音乐，这都是我给他编的，行吧？好，好的很。还差什么啊？还缺点啥吧？哎，照片，照片呢？哎呀，看我这脑子，我都准备好了。我，哎，这张行吧？哎呦，漂亮，嗯，好看，好看。我跟你说，谁都不如我们佳梅长得漂亮啊，美女啊，括弧。硕士美女，括弧随你。提起佳梅来，你就笑得合不拢嘴了。看你美的，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就是。哎呀，行了行了啊，这什么都不缺了。嗯。就在他们准备跨过这座特别的桥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声尖锐的咆哮，只见两只大兽向他们。儿子睡了啊，放心吧，睡了。哎呀，做账呢。你这笔账算错了，真错了。你看差旅费应该是应付款项。切，懂不懂呀？这是人家公司要报销的账目。哦，哎呀。我老婆不愧是响当当的会计师啊，三家单位的财务大拿，这假账做的。哎，刚才小宝跟我说，说他三级钢琴考过了。对呀，儿子可聪明了，这次考级一点都没费劲。但是有一个问题啊，他现在还是不喜欢钢琴，你得想想办法。我能想什么？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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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让你想想办法，你就给我装。我真没装，我肚子疼，估计是涂料闹的。什么涂料？你喝涂料了？我说我们的涂料环保，甲方不信，我就喝了两口。啊？那涂料你也往嘴里灌呀？你傻呀你？快叫120去！别，不用不用不用，我赶紧上个厕所，拉出来就好了。快快快快快！跟你说一下啊，我肚子反应比较激烈，你也注意点啊。那行，挂了啊。马上啊！这人也真是的，不知道回个短信呢。这么长时间呢？啊，怎么样？怎么样？啊？没事，拉出来了，哭嚓一下，小半盆累大的。哎呦！恶心死！哎，我说你这喝涂料也是你的工作之一啊！啊，你们老板是不是也太狠了？哎呀，这不是逼上梁山吗？跟我们老板没关系。什么没关系？那下次让你喝毒药，你是不是也喝？我没那么傻，我把毒药都弹往碗里。你是不傻，你二，什么都敢往嘴里张呼。老婆，你太了解我了，我就我怎么了？我估计还得小半盆。哎呦！你找我？来，关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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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过来过来，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昨天怎么样？没事啊。哎呦，昨天我这肚子里边啊，就跟放了一大坨冰似的，给我难受的呀。我想我都这样了，你也够呛。所以你给我发短信啊？你怎么不回个信儿啊？门总的心地过于善良，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给你回短信吗？为什么？你想啊，这大半夜突然有个女人给你发短信，你怎么向尊夫人解释？哎呦，这个我还真没想到。哎，看样子你是真没事儿哈。嗯，我妈就给了我一套好下水，铁肠钢胃，没事儿。我这肠胃也不错呀，这次不知道怎么了。门总，您那是胃口好，不是肠胃好。没听说过一句话吗？跑步的人膝盖先坏，爱吃的人肠胃先倒。对对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那什么，那个没事了，那你去忙去吧，啊。好的。你们是男孩女孩啊？我们这也是女孩。哦，我也是女娃。哎呦，我的天啊！你这闺女还是个硕士呢。那当然了。哎呀，硕士有什么用？现在连博士都找不着对象。我看看你是姑娘儿子。我这也是姑娘。哎呦，也是姑娘。你说咱们那时候啊，老是盯着孩子，怕他们早恋，跟特务似的。现在倒好，想让他们找一个，倒找不着了。你说是？就是啊，要是知道现在这种情况，当初还不如让他们早恋，你不省了操这心了吗？可不是嘛。你这丫头多大了？我这个也30了。哎呀，你说我发现啊，这儿的姑娘多，儿子少，是吧？嗯，我也看了，净是姑娘。对呀。这可怎么办？
谁是儿子？谁家是儿子？我是姑娘，啊，是儿子的，答应一声，儿子。叔，在这儿呢。你老是急糊涂了。叔，干嘛呢？您这是啊？撂地摊啊？撂地摊啊？卖闺女的吗？什么话？不，你到这儿来干啥来了？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你扎个这玩意儿干什么？你这叫快快快，别别，这叫 fashion。我跟您讲，实话跟您说啊，叔，其实我每礼拜三都跑这儿来一趟。我看见哪个姑娘漂亮，我就追过去，跟人搭个讪，你知道吧？把人家手机啊、QQ 啊全留下，到时候联系联系。十个里边有七八个能搞定，而且全是良家妇女。佟二顺。你这么做，你缺不缺德呀？你，我天哪！我怎么叫缺德了？我叫急人之所急，想人之所想。我学习雷锋做好事儿呢。你这是做好事儿啊？嗯。啊。哎呀，哎呀，别打了，你轻点儿，更年期啊，急什么眼？我跟你开玩笑。行了，你赶快走吧，别舍了。林雅说，你知道现在男男女女的功能都退化了，猫儿狗到这时候都知道交配，全叫你们这帮老贱骨头给惯的。我告诉你。要不你找不着媳妇儿，哎呀，你就是混蛋，谁跟你？拜拜。混蛋小子，别生气，这什么人呢？这是啊，这是太不像话了，说的啥呀？这是。嘉祥，你干嘛锁门干嘛呀？我怕人听见。什么事儿啊？你还是我姐吗？那废话，我不是你姐，我谁呀？我担心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怎么跟你姐说话呢？胡说八道什么呀？抽查环保指标，他们凭什么拿第一名？你们居然还敢出红头文件？你们侦查了吗？你们知道环保指标怎么检测吗？我是不太知道，但是我们请的是专业的检测部门。你们请的哪家专业检测部门？我查了，是山西临汾的一家市属单位。北京有那么多权威机构，你们不找，偏偏跑到山西去。那家机构就是草台班子。姐，没你们这么干的啊！那帮家伙拿着你们的环保报告到处招摇撞骗，胡说八道啊！行了你啊，你小声点不行啊？你嚷嚷什么呀？我哪知道他们出去招摇撞骗呀？他骗谁了？那是他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当时什么抽查环保指标的时候，我给你们发过通知，可是你们的人没人搭理我呀。不信你看看，你看，不用看，没法搭理。让我们竞标，这不就是买名次吗？姐，我问你，这次抽查他们出了多少钱？跟你没关系啊？怎么跟我没关系啊？你是我姐。我还是那句话，我什么都明白，但你们这么干确实有点过分了，迟早会出事儿。能出什么事儿啊？就算是出事儿了，上面还有会长、副会长，还有名誉会长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怕，我怕什么呀？现在反腐力度这么大，一锅端的事儿还少吗？温家祥，不是你是不是我亲弟弟呀？啊，你要是我弟弟，你就帮你姐一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要是不帮的话，你赶紧出去啊，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给我添乱。姐，我怕你出事儿。你乌鸦嘴啊你！你不能说我点好，我出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我没有过高的奢望，我不是为了我儿子吗？他马上出国了，需要钱，所以我才折腾这。你放心。姐这么大岁数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啊！我已经打算好了，只要我儿子一出国，我立马从这儿调走。喂，喂，艾哥，我跟你说啊，我这边场地已经租完了，人现在已经开始招聘了。你那边融资的事怎么样了？不是，家柱。我让人上网查了，你那个项目啊，属于基础科学。基础科学研究就是个无底洞，钱扔进去连个响都听不着。你这个项目太不靠谱了。我看融资的事儿先缓缓吧，啊！哎，你别呀，哥！我跟你说，你别听他们的，我那基础报告都已经打上去了，我这事儿根本就没问题。他们那属不属
光的，你别听风就是雨。家柱，科学研究不是靠头脑冲动能完成的，你别头脑发热了，咱们严谨一点行不行？我有什么冲动呢？你别瞎来。你这样，哥，你在干啥？不就在公司吗？咱公司楼底下见，咱见面聊啊。那成，我马上过去。我就不信了，事儿都办成这样，还能黄了？家柱电话吧，你赶紧去忙去吧。不是姐，我这次来就是想再提醒你一次，你以后千万别这么干了，行吗？行了行了啊，我知道了，你是为姐好，怕我出什么事儿。放心，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赶紧去忙吧，去找家柱去。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干嘛呀你？笑什么呀？你抽风啊？笑你呢？笑我干嘛呀？闹成这样！你爸爸打算把你卖出去。什么意思啊？公园里一帮老头老太太给儿女找对象摆地摊儿，你爸爸也打算把你卖出去。同样事我告诉你啊，别胡说八道，满嘴喷粪的。谁胡说八道了？真的。哎，你胡说八道！干嘛呀？哎呦，你说八道！你干嘛呀？你胡说！我站住！行了行了，你也甭说了，说这么半天，我听你这意思，这事儿你要撒手不管了是吧？家主，你先别着急，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太大了，它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你再说，基础科学研究旷日持久，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成果呀？我玩的那是应用科学啊。不是，你听哥一句话吧，你现在手里钱不少了，足够你过上好日子了，千万别再折腾了。以后你愿意干就干，就算不愿意干了，在家吃吃喝喝也够了。我凭什么我在家吃吃喝喝的啊？我这千万妹子在家吃吃喝喝还少啊？我非得跟你似的就知道吃。门建祥，你给我句痛快话，这事儿你是帮还是不帮吧？你冒一次险就够了，还要再冒一次啊？什么叫冒险呢？还一次两次？你以为我这撞大运呢？我那搞的是科学，那是有数据的。你记着不记着去年啊，我远征的时候，你们全家人谁看好我了？我知道你们不都烦我吗？觉得我在这家里面是块泥，恨不得都把我给崴出去，对不对？最后怎么着啊？我不是把事干成了吗？现在我要干的事儿是一件更大的事儿。更大的事儿？没钱你能干什么？搞科研用的是几个小钱吗？行行行，你看你现在我这是让你帮忙了是吧？啊，你以为没你这臭鸡子我做不了曹子高了？门家祥，你这人唯唯诺诺也就罢了，你不能用你的人生观来左右我的命运。我臭鸡子我帮不了你，我臭鸡子嘿，你还急了你？行行行，咱有本咱回家说去。小蚂蚁的大厦。
烧伤疤，温暖旧伤。